哎，旭，我跟你说，这家饭店环境特别好。哎呀，不错。要谈事就在这儿谈，是不是？事肯定能谈成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我总来这家。是吗？啊，怎么样？环境可以吧？哎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哎，服务员，点餐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要点点什么？那我就安排了啊。哎，好好好，各随主便吧。哎，好。这一页都要。好的，谢谢。来一本。喝配了，喝配了，请慢用。真好，啊，没有筷子，拿手吧。这是特色呗，特色特色。哎，嗯，我饱了，你饱了吗？哎，吃饱了。来，买单来。哎，多少钱？谢谢。啊，行，我打电话啊。哎，哎，老张，啊，我跟肖旭在一起呢。对对对对对，嗯。买单。我等打完电话就买啊。啊，约上老刘是吧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那个，要不我来吧？别别别，我来，你坐下，你坐坐坐坐坐，我来我来我来。打完电话找我接，好吧？啊，不行就周三，周三行吧？要不我来吧？啊，那你来吧。啊？我就让一让你。本来他说今天请我吃的。我知道800。啊。那我俩今天差一点。快点800。哎，好。欢迎下次再来。哎，好。昨天是我不对啊，你说他给我打电话，非得赶在我结账的时候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。那个电话，今天咱们再来吃一次，我来结，好不好？我，哎呀，行了，不理解一下。反正昨天特别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今天算我的，好吧？服务员，来，这一页都要。好的，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这个呢，是昨天还没吃完的，你们一块吃一下啊。今天有筷子了，你看看。菜码就多了，你看，哎，我想吃昨天的，是吗？嗯，我也尝尝这个来，哎，我饱了，你饱了吗？哎，饱了，饱了。哎，服务员买单来，800。行，今天我来啊，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啊，好。其实昨天呢特别不好，你说老张给我打电话，非得赶上我结账的时候，你说结账的时候我接个电话合适吗？肯定不合适，对不对？先生800。我知道，我这不拿的吗？别急。不是，我请我请我请，要不我来吧。别别别别别，小旭小旭，哎呀，我来我来，吃个饭咱不至于啊。小旭你坐下好不好？我来我来我来，你这不是撕我脸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这手啊马上就到兜里了。小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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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就到兜里了。你别，小旭小旭小旭，哎，你干嘛呀？你推我干嘛呀？不就结个账吗？你看你还推我，你这整的，哎呀，摔死我了！你说你，哎呀，你推我干嘛呀，小旭？哎。不就是结个账吗？结账了就你说两个男人在这争着钱有什么意思？你看是不是有什么意思？你看看，没意思嘛？你看给我整摔了，你干嘛呀？这是我结吧，拉倒了，我结吧。小旭，你别这样。小旭，我结吧，我结吧。小旭，多少钱？800。800是吧？128，好，来吧。哎，怎么样？你干什么呀？谢谢下次光临。哎，你手怎么这么快呢？我都这样了，还快呢？刚才你这都接近光速了，你知道吗？拉倒吧，算我的，好不好？就行了，明天明天，我就不信了，明天小雨，昨天是我不对，好不好？你还给我推摔了呢，我算我的，今天来，今天我肯定请你。服务员，哎，100是吧？都准备好了，好，请慢用，好，我饱了，你饱了吗？啊，结账吧，来结账，啊，结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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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800。小旭，你看好了啊！今天你结啊？我结，不会差钱的。有钱啊！有，要不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别，我来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我这不我来。哎呀，你说今天我带钱了，我记得我。钱放哪儿了？你说，放哪儿了呀？你那手上不是有钱吗？啊，这是彩绘，彩绘。会上手抓钱吗？手抓钱，你往这会啥呀？彩绘，我肯定带钱了，这不可能不带。哎，你有钱？那不有个钱夹吗？那儿呢？看呗，我这就一个夹，我这洋气吗？别在裤子。你说咱俩吃饭三顿了啊，一直都是我安排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你俩丢不丢人啊？几天了，我天天在那看你俩在这推来推去的，不就买个单吗？兄弟之间买个单能咋的？你说这是爷们儿吗？啊，买单，我替你俩买行不行？多少钱？800。哎，我吹牛了啊，不好意思，再见。你哎，
那个这样吧，嗯，你也别老让我买了，你给嫂子打个电话，让她过来买下单得了，行吗？兄弟，不巧，昨天你嫂子早上飞到美国，哎，你给弟妹打电话，你弟妹疯了，什么时候疯的？今天上午，我都要疯了。那就别吃，那有没有别的招了？等会刷卡，刷卡。哎哎，我刚想，咱能刷脸不？他是那个我们德云校那个演员明星，看过没？啊，刷脸行。哎，对对，能刷脸不？行。想到出来吃个饭，刷脸。来刷吧，来。余额不足。啊？这节目播几期了？怎么还余额不足了呢？还？你看我干啥呀？我又不是明星，我又刷不了脸。我又没带卡，刷不了钱。嗯，刷牙行不？可以。啊？过来。现在你刷牙呢，我就给你打个八折。那这是代金券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嗯。这儿呢还有水，你要是现在漱口呢，还是八折；你要是把牙膏给咽下去不漱口，我就给你个折上折。那个我刷刷刷，哎哎好。郑佩佩、张凯丽、许晴、刘涛、李菲儿、张翰。华晨宇，奇妙七人组，一场不可思议的远行，毕生缘花儿与少年，4月25日湖南卫视见。